大家好，本视频讲解 concatenate 函数。concatenate 函数可以将多个文本字符串合并成为一个，还可以在设置参数的时候加入一些自定义的链接内容。选择单人格第二，打开公式选项卡，在函数库组中单击文本下拉按钮，选择 concatenate 选项，在函数参数对话框中设置参数，单击确定按钮。单人格第二中显示出将 A2、B2、C2 单人格中的文本合并后的效果。